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研霸。现在 LS 官网能够让老师获取更多的教学资源，欢迎点击资讯栏连接注册成为会员，就可以获取更多教学资源喽。那我们就开始看影片吧。本节目由 LS 情境科学教材制作，感谢大科学计划每一个支持者赞助播出。宇宙元素，人体。人们渴求着世间万物的答案与科学的真理。西元前600多年，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发现，琥珀摩擦后能让它产生一种神秘的吸引力，去吸引灰尘或羽毛。当时人们认为这种吸引力与磁石产生的磁力应该是一样的。而在2000多年后，一位名叫吉尔伯特的科学家分析出了神秘吸引力与磁力间的差异。琥珀需要摩擦后才带有神秘吸引力，而磁石不需摩擦就带有磁力。磁力只能吸引磁性物质，但这种神秘吸引力却能吸引不同种类的物质。吉尔伯特认为需要正式区分这两种东西，于是根据琥珀的希腊文将这种神秘吸引力定名为Electric 电。吉尔伯特的研究为后世的科学家们开展了电学的领域，而今天的故事便是历史的开端。基于以上特性的不同，磁力跟电产生的吸引力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。哦，我们西罗伊，好。科学的秘密就交给我，格里克 ，A.K.A. 市民的希望 ，A.K.A. 马德堡之光，我来为大家一一解答。市长，科学的秘密交给你，对，市民的困扰交给我，没错。对，那你市长薪水要不要给我了？阿明，不要那么严肃嘛，来来来来来，一起玩啊！谁要跟你玩呢、啊？哎，你小心一点啊！哎，我告诉你，这个。硫磺石，它就跟那个琥珀一样，只要这样子摩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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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会产生电，产生电会产生什么？产生吸引力，像这样子，你看啊。不要弄，你走开啦。不是我叫你走开，你还真走了。你看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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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我的新发明啊，我来示范给你看看，它只要这样子啊，摩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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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明，注意看哦，来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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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市民朋友，大家好！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你各位有没有过，在上班的时候曾经想着要靠摩擦来产生电、产生吸引力，可是只能发出一点点电的悲剧啊？你在上班的时候不停的烦恼着，好想要更多电呢、啊。整个马德堡应该只有你有这种困扰吧？如今我格里克马德堡之光 ，A.K.A. 市民的希望，用这些硫磺聚集成这颗大大的大硫磺球，少少的电。变成很多很多的电，第一台大量制电的装置叫什么？五个字，摩擦起电机。来来来，你试试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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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点，来，准备，摩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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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起电，来，吸，给它吸，对，很强的电就可以把它吸起。市长，你不是说电只会有吸力吗？可刚才吸完之后又弹开了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摩擦摩擦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吸，还是一样。换个东西试试看，叶子。还是会弹开，真的弹开了。所以其实电会先产生吸力，然后它再把它弹开。哦，我们吸了又，我吸了，先产生吸力。
Are you ready? 嘟嘟，这是我们阿明选手的第四次挑战哦，他的速度非常快，很快，超级快，越来越快哦，累积了非常大量的电。哎，他的速度好像有点变慢了，是不是体力不太够？我知道持久力不足一直是我们阿明选手的问题。阿姨，吵死啊！你做实验就不能安静一点吗？而且要我一直摩擦到腰，我干嘛？我只是想说，看累积了大量的电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那你想知道大量累积我加班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我会去检举你违反劳基法了。我只想下班好吗？都已经被你弄到天黑了。这个能有多少电啊？阿明，等一下，干嘛？我只想下班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你拿笔靠近这个硫磺球看看，快点，来。要干嘛？靠近。原来累积了大量的电之后，靠近硫磺球会产生火光，还有噼啪声。这是大发现，阿明！电这个东西，原本以为它只有吸引，但最后它竟然还有排斥的效果。然后它如果再聚集大量电之后，又会产生火光跟噼里啪啦的声音。电这个东西真的很有趣。没有错，阿明，来，告诉我你会怎么描述电这个东西？电它有吸引跟排斥，但是它又不是磁力。它会有火光，但是它也不是火焰。对，电到底是什么啊？没有错，虽然我们观察到了大量的关于电的现象，可是对于电的本质，我们还是一无所知。啊，对了，我想到，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啊发表出去，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来研究电的话，我们会不会能够更快找到电的秘密是什么？阿明 ，That is a good idea， 我们马上来准备，快，好的。先起价。格里克所制造的摩擦起电机，提高了产电的效率。也因此让电的观察变得更加容易，成功引起了大家对电的兴趣与关注。但是，当人们想用光、或地吸引力等去解释电时，又发现电都不属于这些，也就更让人好奇电到底是什么。而后，许多科学家纷纷投入电学的领域，他们会带来哪些惊奇的研究，又会对这个难题给出什么样的解答呢？就让我们一同见证电学探究时代的来临。